呢是很肤浅的，啊，它能发出这样的啊甜美的声音，这不是人的声音，而是神的声音，是吧？有超越它的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才是真正让我们感动的力量。甚至演唱者本身呢，也能感受到这种力量。那么听众也能感受到演唱者所被感染的这个力量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演唱者和听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共鸣，是吧？最没有这种感动的这个演唱呢，是啊，你就说彰显自己的技能的那种演奏，说看我演奏的多好，想要刻意的去表现什么东西的这种演奏，所以听的人就觉得，哎，唱的是不技巧是不错，但是累，嗯，听着也累，演唱的也累，听着也不舒服，是吧？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。人生的道理和演唱演出是一个道理。你们这人活一生的时候，啊，你们大家看，啊，你们想自己啊搞出点名堂，想出名，啊，想被人家认可，但是人们反而呢，啊，那么也许会成功，但是呢，活的就觉得特别累，是吧？啊，你看这个人，啊，这个人的一生的背后有一个。啊，让他成功的力量，是吧？让他感到这个，生命背后的这个伟大力量的人生，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生，是吧？那么，这种被伟大的力量所驱使的人生呢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是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我听到了，上帝的声音，是吧？我们这个朴执掌，朴姊妹啊，讲述了她的这个故事，是吧？我很感动。你看，能够这个入娼啊，这个骨盆都露出来了，是吧？盆骨都露出来了，但是能够能够，因为我是大夫，我知道入娼有多么可怕哈。但是一个小小年纪的女孩子，能够用她的一片爱，能够把这个入娼治疗好啊，这真是不得了。那么，肉都烂了，骨头都露出来了，从医学上都很难治愈，这说明已经是无药可救了，是吧？母亲呢，生下他以后，然后为祷告祷告。啊，如果没有母亲的祷告的话，我们这个朴姊妹就不会有她的今天。我估计啊，是这个腹胀啊，可能是腹膜炎引起的，是吧？得腹膜炎的话，这个腹腔积水可以，是吧？所以大家看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，有一些我们根本都无法理解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每天都在我们人生当中发生，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，是吧？啊，那些癌症患者，能够，这就是几乎被宣判死刑的那些癌症患者康复的这些奇迹啊，就包括这个画这幅画的这个李女士呢，她也是真是起死回生，但是我给她做的是什么呢？但是这一幅图画就让她感悟人生了，了解到了自己了啊，是的，这些小生灵们也知道返璞归真，是吧？要返回他们的生命的故乡，有一个宇宙的信息、宇宙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。那么，我的身体也会有这样的力量在支配着我、引领着我。啊，这个李女士她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是吧？我们的基因是按着旨意、按着信息做反馈，是吧？问题就是我的心怀意念，是吧？我的意念阻隔了与生命的气息接触的机会。现在我只要信靠这个力量，信靠生命的信息，打开心门，我的基因就会重新被激活，那么是，我回顾我自己的人生那么我自己呢，有的时候呢。作为李香九一个人，我自己呢无法做出这样的抉择，是吧？无法做出这样的抉择，
的确是这样。十年在那个在那个疗养院作为自务服务人员，像奴隶一般的在那里服务，但是能够在那里生存下来啊，这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，是吧？这个褥疮啊是无法很难治愈的，但是奇迹般的好了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使然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用这个，尽管这个他做出了一个很不明智的选择，选择了不好的东西，但是在这个死亡的阴谋里呢，上帝还是让这个朴姊妹和他一同走这个死亡的阴谋，是吧？所以他认为是侍奉，但是上帝却在帮助着他。所以这个褥疮能够好转，能够治愈呢，都是上帝使人，给他一个上帝与他同在的见证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啊，就是体验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么一个场啊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啊，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和这样那样的坎坷，是吧？甚至会沉沦，会陷入绝望，有时候身上会患绝症，是吧？但是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，上帝已经为你们安排了一个生命的道路，是吧？因为生命本身是不朽的，因为上帝是生生不息的上帝啊。有个人这样提问啊，到底李博士您呢，您这样信上帝的动机是什么？我成绩一时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。有上帝的话，你给我看看，你让我跟他握握手，这样的表现呢，在当时啊，现在想起来啊，那个时候的我真是无知透顶，是吧？那是多么愚蠢的想法。看不见摸不到的就不存在吗？是吧？只认为那些看得到摸得到的就是存在的，这种见解是多么的狭隘，是吧？其实真正的存在，像电波、空气，真正本质的东西呢，却是看不到摸不到的，不是吗？还有，我再问问你们，你们看到心了吗？你们的心，你有没有心？有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所以说看不到摸不到就不存在啊，这种见解本身是非常狭隘非常愚蠢的，是吧？那么你只认定能够看见的摸到的世界，那么你就变成这样狭隘的世界，狭隘的人了。所以你们要看到那个看不到的世界，能够看到摸不到的世界，这就是一双慧眼。只能看到那些能够看到的东西的那个人呢，就是可悲的人生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们要看到这些看不到的世界，是吧？但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世界啊，你们知道原子是吧？Atom。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啊，包括宇宙的所有的物质呢，都是由原子构成，基本结构就是原子，原子核。原子由什么构成？原子核和围绕原子核的这个电子，这个电子呢，以光速，近于光速的速度呢，高速的运转，是吧？所以说大动就是静，静就是大动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过去的人们呢，只能认识到这个原子核，他们认为是整个就是一个粒子，是吧？是认识事物的最小单位，但是殊不知还有更微妙的世界。这里有的物质呢，有100多个电子在不停的围绕着原子核在转。但是进入原子核里一看呢，里面还有什么？还有量子、中子，是吧？
中子量子。大家知道哈，量子具有什么样的电荷？是有正电极是吧？那么两个正极的这个这个量子，凑到一块的话，就会互相排斥哈。越近的话，越接近的话，这种越排斥的力量就越大，是吧？但是我看了这个量子和中子的结构以后啊，这不是原子核吗？啊，量子和中子，这样看完以后啊，就你看到了你本源看到的东西，就错过了你本源看到的东西，没看到什么啊。在这里，我们应该有一个，我们应该不能忽略的一个本质的东西，就是什么？那么按常理，他们应该互相排斥，但是他们却抱成了一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这就是奇迹是吧？这就是奇迹。那么这种不，所有的物理学家们呢，都把它称之为奇迹。那么怎样来说明这个奇迹呢？这个量子和量子不互相不排斥，本来是无法存在的一种物质存在的结构是吧？这种结构是无法存在的，所以啊，所有的东西其实存在啊都是不可能的。你们不要想上帝是啊高不可及的是吧？我们存在本身也是啊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最大的见证啊。你看这个量子能够啊不排斥，就有一个力量在维系着他们是吧？这量子应该互相排斥爆发出去才是对的，它能够维持这种状态呢，说明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抱着他们，这个力量是我们感知不到的啊，这样维护着它。这个能量的存在得以证明了吗？得以证明了是吧？我们称之为我们这核凝聚力，核凝聚力是吧？啊，的确存在的一个力量，啊，这个力量像什么存在一样？就像牛顿发现的这个，证实的这个，万有引力一样是吧？重力一样，也是万物存在的不可离开的一个力量。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个物质，还要看到这些宇宙的能量、宇宙的信息，是吧？要能感知到它。我们这个啊，让这个影帝兄能够唱出这样动听的歌，那么它背后有一个力量啊。这不是影帝兄唱歌唱得好啊，这只是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世界，而没有看到啊眼睛看不到的那个世界。所以说李香九啊课讲得真好，那么你们还是没有看到应该看到的东西是吧？那么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存在，是让他有这种智慧，让他有这种正道的方便，啊，让他能够这样钻研，啊，真理的这种恒进，是吧？啊，我知道我是谁，我是何等人，真正的认识上帝以前，我是个何许人，啊，那么我现在回顾那个时候的我，那个是不是我？如果是那个时候的我的话，那成天。不可能暴天的只想着真理是吧？嗯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存在呢，就是有一个力量在这样啊维系着我们是吧？如果你们拒绝了这个力量，那么他的身体就会气散是吧？就会土崩瓦解。所以上帝呢，就用这个力量也是怎么样？在维持着你啊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够孤立存在的任何物质，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力量，认识了这个力量，你们就认识到了上帝的爱。在我的眼里，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力量的使然，在我眼里是这样看到的是吧？嗯，所以我们过去讲杀人就是杀天是吧？所以牛顿呢，
伊萨牛顿，坐在苹果树下，度过一个闲暇的下午。突然看到苹果落下来，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，是吧？过去也发生过。任何人，在这个很平常的，事实面前呢，他看不到不平常的东西，是吧？熟了，当然就会落下来。那么看到认识到这个层次上，就他们再也认识不下去了。而牛顿却看到了什么？在这个平常的事实后面，他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东西。他说，一个物体能够运动，就有一个让这个物体运动的能量使然，是吧？必须有这样的让物体运动的能量的存在，是吧？不是苹果熟了就落下来，而是有一个让它有个力量在作用，是吧？那么它如果没有这个力量的话，苹果应该漂浮在空中，但是却会落在地上。牛顿见长不长，有个力量作用在苹果上了，是吧？作用在苹果上。哇，这个地球上有一个力量在牵引着万物，是吧？牛顿发现了这个力量。牛顿看的不是苹果，而是透过这个苹果看到了这个力量，所以他说："所以牛顿就找到他的朋友，他说："哎，你知道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吗？"那么他的朋友会怎么讲？"你脑子是不是锈到了？脑子是不是锈到了？是吧？"那么能够看到宇宙的这个力量的人，这个看不到这个力量的这些愚人嘛，会认为他们脑袋锈到了，是吧？万人皆醉我独醒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境界。但是你们如果真正能够，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呢，都能为这个我们所看不到的力量所牵引的人，是吧？相信这个力量，依靠这个力量的人，我们的人生是什么？就是被这个力量所牵引，按照这个力量所牵引，走上帝的道，走真理的道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归属。我从我们这个，什么是圣洁？是通。什么是圣通？圣通，是吧？通是什么？什么是圣洁？是上帝的心与我的心呢，是相互通的。当我们通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什么？会有力量，是吧？感而随通，这就是圣洁。这就是圣洁的人生。那么，每一瞬间，每一时刻，你们不要被这个两个自我之间的争斗当中这样消磨，是吧？我们今天听了这个朴姊妹的见证以后我内心里有一份感动，是吧？我过去也是腼腆的不得了，大家都这样道道回答的很有力量，但是李香九回答不出来。张不开嘴。李香九来没来？来没来？在这儿呢。很腼腆。到中学二年级的时候，那根本跟同学们合不团。在同学们眼里，李香九根本就是有也可无也可的。大家不知道李香九是谁，同班同学，甚至同班同学，因为成天病殃殃的，动不动就缺席。一病就是一两个月缺席。我病好了去学校的，好像新转学的学生一样，大家都不认识我，成天自己
闷闷的，所以老师有的时候又是新的老师啊，一切都很陌生，所以我的中学学生时代也是很孤独的，是吧？啊，这样的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啊，说我这样下去的话不行的话不行了，这是上帝的声音，说香九啊，你不能这样下去。虽然我是个无神论者，但是上帝呢对这个无神论者啊也会啊给他声音的啊，只要他敞开心门的话，香九啊，你这样下去的话会出问题的，是的是的，是不行。所以呢啊，我首先呢想笑，想能够大声的笑起来，放声的笑出来。老师在课堂上讲一些有效的话，同学们都这样啊、毫无顾忌的笑，但是我却笑不出来啊。那个时候我的形象啊现在还历历在目啊，能够摆脱他，摆脱那个时候那种腼腆的李香九啊，上帝给了我这个摆脱那个李香九的力量，我为此而一辈子感谢上帝。Okay。 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假我自我的啊力量，是吧？这就是生命的力量。然后我回到家里啊，关上房门，拉上窗帘，在一面小镜子前面，我就开始练习笑，是吧？但是比想象的要难啊，门也关严了，窗帘都拉上了，我唯恐怕别人看到我，就是自己想自己在练习笑都觉得很难堪，是吧？怕人家看，是，但是谁都没有，所以我一个人，但是还是感到难堪，啊，是不是很怪呀？啊，我认为这个难堪的事情啊，是从难为情的事情，是因为别人的目光，但是现在是任何目光都没有，没有人注视我，但是面对自己还难为情，为什么会难为情？啊，这怪呀。不应该难为情啊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呢、啊。然后冲着镜子，还想强作笑颜，但是我的里面呢有一个声音，有个家伙说：“哎，你看你，啊，自己在这里搞笑，你说你多愚蠢，谁呀、啊？那是我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自己。”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，里边有一个啊，是追求生命的我和啊被死亡逼上绝路的我，是吧？这两个我，那么有一个李香九说让我要微笑找生路，是吧？还有个李香九在嘲笑我。那么迄今为止啊，迄今为止以为是李香九的那个我呢啊，却要这个阻挠啊，要寻求生命的我。当时中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真是通过这件事情深有感触，我里边不只是一个李香九，而是有两个李香九，是吧？而且这两个李香九是截然相反的两个，那么我要两者选一，我的人生啊就是两者选一的，不断两者选一的过程。那么每次选择呢啊，有的是感到力不从心，我需要一个帮助我的力量，让我能够选择生命，选择真我的这个力量啊，我要求这个力量。那个时候其实我什么都不懂，是本能的下意识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然后想要笑的话，还有一个这个自我呢在嘲笑我，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作斗，我说我不需要你啊，你离开我啊，这是个非常惨烈的斗争，是吧？这是个自身的斗争，是吧？所以那些身患癌症的人患者啊，当他们这个重新康复以后啊，都是经历了这种非常痛苦的这种挣扎，是吧？正是因为这个死亡的自我让我成了这种疾病的话，过去让这个山弟兄啊继续生病的啊生病的我，如果要是让他摆布的话，那么我们早就死了。现在还是在我们里面这样时不时的探头探脑，如果你听他摆布，给他机会的话，那么我们还会重蹈覆辙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的基因是对我们的心怀意念做反馈的，
所以慢慢慢慢过了一个星期以后啊，啊，那个嘲笑我的那个自我呢，啊，说进去了，啊，我的真我胜利了，生命的自我战胜了那个死亡的自我，浑身上下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这种力量，啊，这不的确不是我的力量是吧？但是有一个力量啊，在我里面涌动是吧？大家呢要真的就是要把持这个力量是吧？今天早上啊，我跟一位牧师吃饭的时候，牧师讲，他说这个牧师去美国学习已经2年多了，比2年前您更年轻了，您年轻了更健康了啊，的确我比2年前更加健康啊，正好像返老还童了一样啊，过去真是弱不禁风的这个身体啊，想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体魄呢，那么有一个健康的原则是吧，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啊，大家要持之以恒，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是吧，持之以恒，贵在恒啊。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讲这个减肥的讲课呢？没有必要再给你讲减肥的这个功课是吧，因为这个体重增长的原因呢，就是说你里边调整体重的这个基因没有被激活。如果你接受了生命的气息，建构了生命的基础设施，你的这个体重调整的基础设施这个基因被激活的话，那么体重很快就恢复正常，没必要再专门讲这个减肥是吧，这是很理所当然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基础设施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建构的生命气息呢，每天持之以恒，这是不容易的，贵在恒是吧，这恒字一字那就不简单了。比如说我每天去山上或者是每天游泳，每天花上1个小时做运动，除了这个安息日以外，安息日是完全休息的日子是吧，但是每天都得坚持是吧。过去有个人问我说，每天运动是谈何容易啊，你说不烦吗说心里话哈，比如说有的时候真想偷一偷懒是吧，啊，睡个懒觉啊，今天不走了，哎呀啊，如果你输给了这个念头啊，那就一下就垮了，哎，像一步退一退再退，最后就退到原地原来的啊，不如从前了是吧。所以每一天要不断的逆水行舟是吧。比如说做伸展运动，我每天做2次伸展运动，早晨做1次啊，睡觉前再做1次，15分到20分钟做伸展运动。这个晚上睡觉前做伸展运动，哎呀，也不是这个非常懒得做是吧，哎呀，今天晚上能不能免了这种念头啊。但是这样的时候啊，一天一周啊，啊，5天想免了是吧，为什么坐在电脑面前啊，写书啊，写原稿啊，啊，想这个整理我的思想啊，啊，这些事情很多，就是用脑用的很多，然后研究啊，不断的研究探讨，看圣经，读圣经是吧？不断的追寻上下求索，这我妻子可以给我作证是吧？啊，有的时候旁边的人都觉得有点烦是吧，但是我自己呢却乐在其中啊，能够乐在其中。但是呢身体变得非常的懒散，真想倒头就睡，倒头就能睡着，真想省略今天晚上的暂时运动，但是省略不行，然后最终还是强迫硬着头皮也要坐下来啊。
啊，做完这个再睡吧，然后还这样搬腿。啊，做完了这个搬腿以后呢，又搬这条腿。啊，那做完这个再睡啊，再做。啊，突然呢，身体就感觉啊，感觉很舒服，是吧？感觉很舒服啊，的确做转身运动，让我感到这样的舒服。我说要想一坐再坐，就坐了20-30分钟了，是吧？所以我就这样想，这不是我的，靠我的意志，不是我的力量，是吧？而上帝，只要我有这个心怀意念，说香九啊，你是不是很爽啊？啊，干脆就做完得了，好了，我听您的。啊，做完了以后入睡，心情我好的无比。在飞机里边10几个小时的航程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啊，那这本身就是一个苦役。好，那我站起来，我要做转身运动，啊，一定要做，是吧？是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健康。所以那个牧师讲，是李博士啊，10年前我遇到您的时候，我曾经问过您。那个时候我大概是55岁，啊，李博士，您觉得您能继续活动多长时间？我说最多也就再干个10年也就打天儿了，是吧？但是我看今天您呢，今天的您呢，以后再别说是10年，再干个10年20年一点的问题都没有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呢。我自己没有给自己定退休的年龄啊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只要上帝允许我工作，那我就工作到那一瞬间，那最后的一瞬间。大家知道，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在我们的人生里边，在这个世界每天都发生这样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不寻常的事情，是吧？你们看这个原子啊，看这个量子冲击，这核凝聚力来自哪儿，是吧？所以，这个剑桥大学的这个霍金博士怎么讲呢？我到底搞不懂。啊，这样伟大的力量，啊，使这些物体不至于爆炸的这些力量，来自哪里？那么，这个能量必须有一个源头，是吧？这个源头只能是上帝 God。那么，霍金博士呢，这是个不相信宗教的人，但是他觉得这种能量本身呢，一定有一个出处。那么这个出处，我们暂时强名曰上帝，是吧？如果没有这种能源能力的这个能量的根源的话，那么这个物在是不会存在的。有一个让宇宙能够存在的这个力量，就是上帝，是吧？啊，这就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所讲的，啊，自己却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，啊。知道这个宇宙的力量的人，才是真正了解上帝的人。宗教的无神论上，那么那些自以为是宗教的人，自以为信上帝的人，但他们却是不了解这种宇宙的力量。尽管他们有这种宗教的形式，但他却在这个宇宙的能量面前肃然起敬，这也是一种宗教了，没有宗教的宗教了。这种引领万物、引领我们的这种许多力量当中呢，最伟大的力量是什么力量？就是能够让我改变心怀意念的那个力量，是吧？啊，我们的思想是这样的难改，是吧？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是吧？过去我啊，看圣经的时候啊，打开圣经，诺亚活到了950岁，立刻我就说什么，然后就把圣经就扔进了垃圾箱里，我说圣经胡说八道，人怎么能活到950岁，是吧？啊，我过去是这样的人。那在某一个时刻呢，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啊？我要自己下一个结论了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患者来到我的诊所啊。从我看呢，确实有这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。只要按我所做的事情，他肯定会好，而且已经康复了许多。我给他进行了这个解释以后呢，这个人说，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我，他不相信，是吧？
所以我就非常难堪，所以说我不收你的钱。我再给他这个苦口婆心的讲解，啊，因为我至少要真心的要帮助他啊，啊，只要你按我说做的事情，你就会康复的，是吧？但是他不听我的，然后他站起来对我讲了一句话，啊，我需要别的大夫，我听听别的大夫怎么讲。这个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你真蠢啊！有一个声音，我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，说有个声音说你怎么样，你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这就是上帝的声音，是吧？什么声音？就我也知道，也为了能够解决我人生的一个明摆着的道路，但是我呢，却不愿意信他，是吧？我不相信，所以啊，我自以为没有，他并不是说真的没有，是吧？这个道路是的的确确存在的，所以啊，我不愿意信啊，我只相信我想信的东西，我只想看我想看的东西，我只想听我想听的东西，所以真正应该听的东西，真正应该看的东西却听不到看不到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人生都是啊愚蠢的，所以我就当时醒悟，那么有一个应该信的东西，值得信的东西，我就应该信。这个值得信的对象只有是上帝。上帝果然存在吗？问谁？问人？问人人不知，是吧？他们都有他们的成见。问天天不应，问地地不答。问谁？正在我烦恼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念想，问上帝。那么，上帝存不存在，我都不敢确认。但我怎么问？先假设他有，啊，宁信其有，然后先假设，然后问。有回答，不就是真的有吗？如果没有回答的话，那就拉倒，是吧 ？OK， 好了。问人，那等于白问，是吧？所以我暂且假设有上帝，然后我先问他。然后放本圣经，用非常这个啊，像这个我假设的这个上帝呢啊做祷告。如果您存在的话，您有必要回答我啊？你有必要你存在的话，让我知道你存在。如果这本书是您的书的话，让我能够相信这本圣经。我现在信不过他。靠我的智能理性无法相信他。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很悲壮的啊，当时心情过了一会儿也没有回答。我一边等啊，一边就翻圣经啊。翻圣经的时候一下翻到哪儿了？诺亚活了950年死了。看了这段经文以后啊，过去的李香九把这本书扔进了垃圾箱里，但是今天呢却不一样。你们现在知道我想什么？当时我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。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怎么了？啊？我的内心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念想呢？说香九啊，诺亚活950年，950年到底是不是事实？你不懂是吧？是我不知道。啊。想法变了，啊，这成何体统？过去这样的想法突然变成了什么？我是不知道的，是吧？那一瞬间，啊，上帝呢，已经改变了我的念头，我就明白了，啊，有个力量在转变我的念头，是吧？这种顽固不化的念头呢，上帝能够点石为金，他有这样的力量。所以让这个我们死亡的念头、绝望的念头，是吧？改变成生命的念想啊，希望的念头，是吧？只有上帝能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大家要怀有希望，要有信心去祷告啊。那么这个祷告呢，就可以让我们有选择的力量、选择的智慧、选择的行为，就是祷告啊。
那么去不去教会，这是另说了，是吧？我的人生里边每一个选择，当选择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去选择，那么有一个力量就会帮助你们去选择，啊，无为而无不为，引领你们走生命的道路，就把你们完完全全交托给这个力量手里，然后走生命的道路，让你们的生命呢变得更加美好，更加辉煌，每一瞬间都成为生命的一个奇迹。所以呢，啊，我们这个，既然的哥哥，啊，也不知是谁使然，啊，但是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伟大的力量让我存在，啊，让我成为我，是吧？啊，是不是我交十分之一？啊，有一个力量。有个力量在牵引着我，有个旨意，有个信息在牵引着我，是吧？开始体察到这个力量的存在了。那么你们看，所有的基因呢，都是愿意跟从这个力量的。希望你们所有的生命呢，都能够听从这个生命的信息，跟从这个生命的力量。最后，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慈爱的天父，你让万有存在，你时时刻刻维系着他们，用你爱的力量，然后用你的信息，用你的旨意引领他们。您是这样的 大爱的上帝、你赋予我们选择的自由。我们有时候按照我们的成见，按照我们的念想去选择去生活，违背了你，但是你默默的用你的爱关照着我们，你是那样的恒久忍耐，你是那样的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你是那样的慈悲为怀，你等待着我们回心转意，让我们能够重新返璞归真，回到你不变的爱的怀抱里。主啊，我们愿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爱的手里，我们知道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。主啊，求你眷顾这些你所爱的这些宝贵的生命们，让他们每一个心灵里面都能感受到你伟大的生命力量，让他们一辈子为这个力量所感动，为这个力量所牵引，知道上帝与你同在，与他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